大家好，我神奇的灰白，打到这个第十关了啊！第十关啊，第十关这个1.5的这个足球王子郑重，哎，真的是很不容易啊，我感觉真的难度非常高啊，这个1.5这个加强版本的，好像郑重这个上半场他不出来，他不出来的话，那我还好点。我上半场赶快多得点分儿，上半场多得点分儿，下半场再跟他玩玩这个人海战术。我靠，怎么一下又进到这个禁区了？哎，要进啊，大郎，给点力，进20！哎呀，我天哪！我怎么现在玩这个1.5就发虚呢？根本就不觉得自己能赢，就虚的不行，非常虚啊！又虚又软的，根本就不觉得自己能赢。你看他这个800的体力一下就变成500多了，哎，真是难受。哎呀！靠，我走虚呢！真难，真难，真难！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！哎呦，靠！全靠你了，新田。全靠你了，给我进26，20应该差不多能进吧？我天哪，直接给挡住了！这不爽，就装吧，先假装在这待待。传给我们亮总，我们亮总，这个就必须得靠他这个技能，冲到这个禁区里头射门才行，就只能这样了。真的很难受啊！要么造个犯规也行啊，造个犯规。哎，这个技能是哪个队的了？那个我记得。好的，射门。我不敢溜守门员，绝对溜不过去啊！我操，这都能守住！哎呀，真厉害！这。把这个队夹得走强了，哎，空门，行，能进去，应该是没有人能拦，兄弟进，漂亮，哎，能得一分是一分啊，真不容易啊。上半场是我们开球啊，那必须得再进一颗球。再进一颗球，哎呀，这老慌的不行，玩这个1.5根本就一点自信都没有。缠住兄弟，这个地铲根本就铲不住人家这个敌方的这个人员，根本就。他们队现在没有那个郑重出场，全是
那个什么，全是这种路人甲，但是属性也挺高的，你看，哎，有这个属性，有这个人就不行，我就不敢选择那个传球，只能解围。好，新田拿住球了。新田还是差一点，他这个我靠，就这点体力了、哎、让他射一颗，然后漂亮，让这个新田在前面如果是他挡住了补一颗球，黄金之鸠32可以啊，这个数值挺高的。哎，我靠，32都进不了，这个人如果是个高空球，还有个倒钩呢，漂亮！哎，头顶啊，哎，那更好，头顶就更，哎，新田呢？我靠！哎呀，真是尴尬！哎，可以啊，这个八号，原来是头顶，那个技能也挺暴力的，暴力头顶。我也是发现一个新的技能啊，传球吗？我也就不跟你啥了，就用最大技能，靠，直接给甩过去了。哎，真慌了。17，完了，兄弟，这就是我们的大地，哎，真的是大地，兄弟一点体力也没有了，搞得还养体力呢，这是没办法，真的。真的是面对这种一堆路人甲我都没有办法，往哪传呀，没地儿传呀。不行，不能传，让他再往前走走吧。哎，我就不信你十号能拦住我六号的球，我就不相信。还好，人家居然还进了个球呢。他这个威力很小，这个哎才14，你看。吹哨呀，吹哨，兄弟，吹哨！哎，我卡的这个时间还是不错的。郑重出来了，王子郑重要出来了。哎呀，我怕死他了，这粉头发帅帅的。咱们看看他们这中间这段动画。行，我这个大狼可能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应该不会传球吧？他这个技术也很好的。哇，果然也有这种。我靠！
磨叽这么长时间了。哎，好磨叽。这个我觉得可以短一点，太磨叽了。他这是给这个王子正虫，加的一个这个特效，他自己做的，这个倒是挺用心的。我靠，都有必杀踢射门啊！我靠，这一个球45的这个，真的是很，门杠撞门柱上，哎，撞门柱，刚才闪了一下，我以为球给撞门柱破了。真难打，这个这能赢了？我看看多少体力了，我们打上去400多，是不是能冲一次？待会儿吧，咱先诱敌深入，这招叫做诱敌深入。往上走走。哎呀，我靠！这他们的这个挺会拦呀，挺。这篮子，你看我都不能没有把我传球的这个路线全给堵住了。给我冲得远一点。我在这射门，我看你能拦得住。26，怎么这么低啊？人家40多呢。哎呀，这个守门员太强了，真强。哎呀，真冲！哎，我进一颗球真难呀。15才，这15怎么进去的？啊，对了，刚才守门员的那个虚了，刚才他虚了一下。哎，真难守，真难打。给郑重加强了好多。不过我也是觉得他应该是有一个这种过人的这个技巧这个特效的，应该有，应该加一个，因为。这个原著动画里头，人家就是过人很牛的这个技术，这也是合理的。哎呀，靠！但是这样一来，日本队是不是太强了？日本队全是射手，全是这是有必杀技的。我靠！以前本来就做的这个，哎，兄弟，全靠你了，拦住他，兄弟，漂亮！哎，漂亮，这么帅吗？这个人肯定是刚刚拦住的那个，我天哪，这么点体力，赶快一会儿传出去！哎，这弄的，为什么弄的这么那啥呢？你看他们这个人员分布，你以为我要射门啊？你真搞笑！因为我要组织进攻嘛，我要恢复体力，怎么可能进攻啊？你看我们这个人员，哎，真不会躲，真的难受。哎，真难受，怎么办？才这么点体力，哎呀，不行，哎，没法传了。哎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好阿亮，我靠，这么700多的体力，我把那个大狼的体力养一养，组织最后一次进攻。
虽然这个方法有点无耻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他们守门员太强。哎呀，哎呀，坏了！哇！出花了，坏了！这就射门了，你看，这太无耻了。真无耻！哎，好，有按照兄弟，哎呀，真的是慌的我不行。完了，他有个倒钩呢。你缓吧，兄弟，搞定他。好的，哇，慌死我了，真慌。好的，还能组织最后一波这个进攻。哎，完了，用错了，这个没体力了，弄的，哎呀，真蠢啊。兄弟，你还有多少体力？好，射一个，然后，兄弟进啊，最好进，前面有新田呢。哎，坏了，进啊！新田，哎。必须得跟他顶了。哎呀，真难受。哎呀，他要是干嘛射门？是藐视我阿亮这个体力意思不行吗？哎，好的，点球，我先那啥，我先保存一下，储存这个位置，快速储存档。哎呀，点球。哎，没关系啊，点球，我输的也没事，无限重启。咱一直上，看看能赢吗？一直是中间这个位置，怎么他们一个门杠也不那什么？啊，我靠！他们老是那个位置啊。老是这个位置吗？哎呀，漂亮！看见没？我就说呢嘛。所以说中间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哎呀！没事啊，我可以重来。快速重来，快速独挡。
闷呀，不一定是中间闷呀。好难受，好难受。回回这个一点球，回回都是，哦靠！又输了，真难啊！快速独挡，随便吧。哎呀，果然是中间啊！哎呀，不行，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，又输了，肯定。快速独挡，哎，真难啊！这守门员，这个点球也好像挺有难度的。我靠，这么阴险吗？他们你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，重来，快速独挡，独挡，独挡。行了，我就是站在中间了，这次确定了。我确定了，我守门就守中间。确定了。啊，这个守门员还挺能守中间的啊。你厉害，你厉害，我看看，我看看你还守中间。是不是跟着他这个走呢？哎呀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！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！这怎么难呢？快速独挡！我无限中间，我靠！哎，漂亮！你看中，看见了吧？他们是有，只要是跟旁边射门是有这种威胁性的。那守门又没守住，你见过这种情况吗？守门又没守住，站在中间，啊，我真的是无语了。行，重来，重来！我明白一个道理啊，快速独挡，必须得要用这个硬球员。
投注吧。全中间了，我们这波赢了应该。赢了赢了赢了，漂亮，呵呵，赢了赢了赢了，又到动画，哎，真费劲儿，就得靠点球赢他，要不然就你看那个守门员太厉害了，用这种方法。咱把这个动画看完了再结束这个。什么必杀射门根本进不了，就说你能侥幸进个一两颗就是非常的幸运了。好的，那这期视频就做到这里，先关掉。